盘点那些鬼屋搞笑名场面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干活的兄弟们，放过我。我爱你，不畏人海的拥挤。准备好了吗？靠近一点。
别发呆，我没事。我是意思，你这手自己摔的还是打的？我看不出来呢啊！这手是你打的呀？啊，是啊，是我打的。我今天让人长长记性，这用什么打的呀？啊，把监控调过来瞅瞅，你就不知道了。你怎么带出来的？那你让我拿呀？啊，我让你拿呀。做人做事总是从容面对。